好多時城市喺電影嘅角色咧，係好似一個背景嚟嘅啫。而喺我嘅作品上面咧，我就嘗試將城市就將佢攞翻出嚟，變成一個影片上面嘅一個主題，去顛覆一個電影嘅結構同埋講故仔嘅方法。呢個作品咧，其實就係由香港飛去重慶喺飛機上面嘅一個影像上面嘅記錄。咁啊，從俯瞰嘅角度咧，你會睇到兩個城市嘅嗰一個城市景觀嘅改變啦，兼且你會睇到城市之間嗰個唔係咁顯而易見嘅邊界。